大家好，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，欢迎您收看智慧微视频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谈判技能呢，我跟你谈到谈判实质结构的另外一个方面，我们说沟通管道。实质结构是这样子，我们说谈判的时候哈、啊，有时候桌上摆的东西，这是跟桌上的东西没有关系，可是它却影响到谈判的进程。这种东西呢，我们说它可能构成一个实质结构。 这结构，比如说呢，呃，他这个这个包括谈判的座位啊、沟通管道啊、他谈判的期限呐啊,啊等等。那么我们上次谈到了期限，那么这次呢谈沟通管道。沟通管道，通常我们要想啊，我用什么方法把这信息传过去？那你说，呃，你说透什么渠道、什么方法？你透过第三者传话是一种啊，但如果说我们就个人个人的谈判的话呢，我们大家可以分。 你是看得到的、听得到的，那叫面对面。然后呢，你、你、你看、你听得到，但是看不到的，那是打电话；你看不到也听不到的那个就是写信，甚至发 email。那么，甚至你用各种的，你用微信啊、给他 Line 啊、给他都都属于这种啊。那这种到底是哪一种比较好？当然，你有有发现，不同世代他会选择不同的沟通的一个管道、沟通的方式？ 可是我们一个个来看啊，那通常来讲呢，面对面呢，当然我们认为这个谈判是最好，因为面对面，面对面什么好处呢？我看他脸色不对了，我马上就可以转个话题嘛。打电话说没把握，打电话这不行的话，他嘣一下他摔了电话了，那我怎么接起来呢？可是面对面我不见得都约得到人家呀，所以我们约人家见面的时候呢。 呃，你你你注意一点哈，就是你要让他的思考有焦点。你不要打电话，你不要去问他说，哎，下礼拜你哪天有空？你要去问我下礼拜哪天有空。我告诉你，我每天都没空。可是你问我说下礼拜一或礼拜二我什么时候有空？哎，我就可能有个重点去找嘛啊。然后更重要的是，你说你要谈些什么事情？你你要告诉我你要谈什么事情，然后你要告诉我说你你谈什么事情，然后你要多少时间。 一般来讲，我们的建议呢，谈多少时间？二二十分钟啊，我们叫二十分钟。二十分钟的好处在哪里呢？你看一个小时哈、啊，切一半是三十分钟嘛。二十分钟是属于机灵的时间，它比较好找。那最后最后就算二十分钟讲不完呢，再延长一点，三十分钟之内讲完还蛮高兴的。你跟我要三十分钟，我就有点害怕啊，因为你到时候三十分钟讲不完，你又扯一大堆，你讲了四十分钟，那一个小时一大块你就拿去了，我就后面就不好用了嘛。 所以记得你给我一个焦点，你告诉我说那是你只要，你叫二十分钟，然后我去认真找，然后告诉我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这样约我见面比较，我比较敢跟你见面呢，不然我怎么敢跟你见面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要约人家见面，它本身它是有一定的技巧。那至于还有那几种的沟通管道呢？我们下面几期我们慢慢来说。